我好紧张啊！如果我在电台里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。嗯。哎，我的照片挺帅啊！你想吃啥都可以跟我说。在我们老家是喂猪的。嗯。今天谁说的大金链子小金表？我说的，大金链子小烧烤。要下去吃吗？一天三顿小烧烤。一天三顿小烧烤。一天三顿小烧烤。毛毛说：“哎，你这链子是金的吗？是真的吗？”那狗哥，你学一句东北话呗。可以啊，你教我。干啥呀？干啥呀？下雪的哈尔滨。咋的呢？吃了没有？高老师，你唱挺好啊。你有事儿啊？你上台说的话的分量不亚于你自己的作品。就是好就是好，不好就不好，不好你骂，随便骂，对吧？我是选秀歌手出身。并不等于我不能写歌，别人把我当个偶像，我不去勇敢，那我还在干嘛呢？我在那儿当咸鱼吗？